是我一生所愿，无忧无愁无怨叹，咱的愿望遐尼简单。人生起起落落，总有离合悲欢，有你陪伴就不惊困难。我袂放开你的手，彼双使我坚强的温柔，对我咸酸苦涩，行过风风。接受，我袂放开你的手，永远不愿放弃的双手。无论成功失败，只要真心付出，虽然平凡，这是咱的故事。阿嫂，嗯，我是不是不应该跟阿华交往？当这时，我跟你阿兄要结婚的时阵，我迄个做刑警阿姑吼，常来跟我讲，啊，你敢嫁予谭启基哦？伊是一个流氓呢。迄个时阵吼，我无听伊的话，还是坚持嫁予恁阿兄。结婚了后证明，伊是一个负责任的翁婿，啊对阿母阁友好，也无啥物唔好啊。想要做啥物代志，都要相信你心肝来感觉。因为感情的代志哦，是无人会当替你决定哦。阿华即要到啊，我甲你画一下眼睛，安尼气色看起来哦，会较好哦。恁爹啊，阿母你好。是阮阿兄啦，阿兄你好。哎，阿不是大家讲好要干领带，你哪会无干啦？搞动作潘呐，真笑哎你啊！阿兄，无啦，不是啦，我有啦，我有干内裤带啦。啊，都坐火车的时阵吼，啊都坐落来，啊我来把这内裤带吼，我来把套落来啦。嘿，啊套落来的时阵吼，我安那干吼，我突然拢。夹袂起你啦，啊我所以我有啦，我有炸啦。阿兄，人阿华真正有干内裤带来拜访啦，你莫误会伊啦。阿妈，这一点的意思啦，这在地台中的太阳饼啦。太阳饼，这太阳饼是阮台中的名产呢，啊！你专工为台北落来买阮台中的名产来送我啦，你凊彩应付的，足无诚意的呢。阿妈，我本来是讲吼，要为台北吼买饼落来啦，啊！不过我都惊迄坐火车吼，因为这路途伤遥远啦，我惊伊物件咧吼害动坏吼，伊会害怕啦。
这在地啦，真鲜啦，还较鲜太阳饼啊！是我伫问你，唔是阮阿母啊！你对伊解释啥？哎呀，阿华是老实人，你莫甲欺负哦！伊是戆，我是老实，谁知影？阿华啊，你是伫台北做印刷的哦？是啦，啊我都较含慢读书啦。啊，高中毕业的时阵吼，我落去台北甲人学师啊，啊，即马算讲已经出师下啦。家己开工厂嘛？无啦，我算讲食人的头路啦。啊，你毋是头家哦？哎呀，我听阿如讲，你家己有一间厝，无简单哦。哦，算讲是我方圆的老厝啦，啊，细细间仔尔。我叫是伫咧台北。价格差真济嘞，是讲台北哦，啥物拢真贵啦。啊，你一个月赚的钱，敢有够开销？有够啦。若讲吼，我俭俭啊过日子吼，还讲算讲真好过啦。我甲你讲啦，阮小妹哦，伫咧厝的是食好穿好个啊。阮全家伙啊，拢甲伊当作公主共款啦。阮是绝对无可能哦，互伊嫁予一个俭俭啊过查甫人对伊咧食苦个。阿兄，你实在是。母，先吃饭啦。好啦好啦，先吃饭再讲啦吼。来，先吃饭先吃饭。吃饭来。阿豪啊，是的啦，你头一次来阮家，阮阿兄对你讲话就这么无客气，伊的个性较土直，啊脾气较无好啦，啊，不过平常时，恁阿兄也无歹意啊，一定足疼你的，伊想要保护你，惊你交了歹朋友爱吃亏，才会甲我讲这的话，我一个良心的建议嘛。哎。阮阿兄对你讲话这么无客气，你阁讲伊是良心的建议？本来就是啊，但我甲恁阿兄啦，第一届见面，伊对我也无了解啊啦。以后若有机会吼，甲伊加见几下面，伊就知影我是真心实意甲你交往的，伊就接受我。所以一寡代志吼，咱莫计较啦。我感觉你真正足有度量的呢，啊脾气阁好。阮阿兄哦，真正参像你讲的，伊只是想要保护我尔，伊根本都无许个歹意啦。你莫安尼甲我保，其实哦，我嘛有私心的啊。以后嘛是要甲恁阿兄做亲情，所以这种关系袂用拍歹啊。你要甲我阿兄做亲情？阿如啊，我足介意你的，我甲你交往。嘛是讲，按算以后要甲你结婚的心情交往的，我是真心介意你。这个无好，过来我找一个，这也好无够好，袂用继续介来哦。为什么？阿如啊！你著听阿母的话就对啊，问遐多，我对阿虎头一个印象嘛，毋是讲真好啊。阿嫂，啊你感觉嘞？哇，我看伊安尼戆直戆直，我看故意故意，袂歹啦。哎，你查某人你捌啥啦？阿母讲无够好，就是无够好用啊。啊，每一人介意的敢讲无同款啊？重要的是阿如伊甲你老介意就好啊。袂用哩，咱爸伫台中，阿虎伫台北伫咧食头路，恁两个隔甲遮尼远啦。假使有一天你有甚物代志要找伊，伊趁你跑到台顶来，都不能去啊啦！我甲你讲哦，阿虎也是一个印刷师傅，伊无可能一世人咧过好日子的。阿如啊，阿母过的桥比你行的路搁较济，你爱听我的话，去找一个较有钱的，离咱兜较近的，安尼对你毋则较好。我袂啦，阿虎也真好啊。
伊真贤讲笑，做人阁袂敢计较，啊嘛符合我的条件。阿母，你是咧气嫌伊啥物啦？啊，你有啥物条件啊？阿卢进前有讲过，伊要爱的对象哦，是一个月会当收你两万几块，还有厝，要是大人啊。拜托个，这种小小的条件，全台湾合照条件的人，四界拢是啊。叫你换一个人，过来啰嗦。阿兄，咱阿豪阿姐有生意的呢，那伊大概若休困，拢专工为台北，再来台中跟我约会，啊约完了后，再搁登去台北。有谁会当参出伊这么有生意？人伊是真心咧跟我交往，伊搁讲要跟我结婚。哈？结婚？阿如啊，你千万唔通安尼甲我做哦，你得爱听阿母的话，加看几个去算一下。查某人若嫁唔定吼，是一世人乌有，拢害啊，你知无？咱吼，就顺阿如的意思，啊，互因交往，啊，伊家己人欢喜就好啊。咱莫家管遐尔济，当初时吼，咱嘛是家己选择的啊。啊，迄个时阵，大家拢讲叫我唔好嫁你，啊，不过吼，我就是干干阿袂。你看，我选你嘛，无啥物唔好啊。拜托的，我甲阿虎哪有同款啊？我才巧着。没啊。我看阿虎也袂戆啊，搁再讲，阿如玲你嘛真好，你着莫甲烦恼啦。啊，你掂掂着无你的代志啦，人伫食包，你伫边仔发烧，阿婆讲无爱就无爱啦，莫你管啦。你吼，土公阿信就是土公阿信，讲无两句就变面。啊！你拜二下晡休困对无？我找你来相亲啦。相亲？我才不来嘞！哎，明明知影我甲阿华在交往，我相什么亲啊？你哪挂电话？啊是伊甲谁生气？拄则谁敲电话来？阿都，阿兄，我甲你讲哦，我绝对无要相亲啦，你莫搁敲电话来啊啦！我恁阿母啦。哦，阿母哦，我想讲阿兄搁敲电话来。我不管你要去也唔去，啊！恁阿兄拢甲你安排好啊啦，你一定爱甲我去，知影无？阿母，我害啊啦，我母啊！我等来。好，你等来。嘿，我你看，我买你上爱食的物仔哦。啊，你不是一个人出差，我早早就回来哈。啊，家去看好了，回来啊。我要专工走去买这呢，你食看卖。好食无？好食，好食。啊，我生这后生吼，对我上好，阁上友好。特别出差吼，拢买我爱食的物件回来。我真正无白听你的啊！你的小妹哦，细汉嘛真乖呢，起码唔知你安怎，无讲也罢。你拜二吼会记你吼带去相亲哦。哇，你放心啦，我办代志妥当的啦。阿娇啊，哈，哎，点的菜吼啦，你唔该包包收收的哈。好。哎，母啊，你妹啊。哦，对。快困下中昼呀。嘿，水果，这包咸酸甜要给你吃的啦，给你吃到嘴甜甜啊！歹势啦，就前几天吼，对你讲话较大声，足吵的吼。你也知影。嘿，啊，不过我甲阿母要带阿如去相亲的事，你莫管哦，咱一定要听阿母的啦。阿如吼，甲你同款，拢做有家己的主见尔，伊的代志哪有轮到我管？
是讲阿姨啊，你也是监管我。阿如吼，伊该爱什么人，你就予伊爱什么人，伊快乐就好啊。哎、欸，啊你查某人是捌啥？你这食咸酸甜，食好甜甜，较会嘴甜，较袂哦，搁嫌家己伤差，吼。我给你安排这拜爷要相亲的代志，啊，你也记去哦。阿母，我不爱去啦。嘿，以前你什么代志我拢顺利，啊，这相亲的代志嘛是为你好啊，啊，你敢没有顺我这边啊？哎、欸，阿母啊，哎、欸，你先。阿母，我来甲考卷啊。哦，这个阿母啊，是啊真累啦，我真正甲想歹。只是想要甲你考劝一下，你好歹吼，嘛对恁阿兄去上一下亲，总比你即摆一直去做较好啊。阿母足烦恼，你无要去相亲的代志，你安尼一直坚持落去，只是加互伊伤心的啊。我早都讲过啊，我都无要去相亲，我都已经有对象啊。你若唔去吼，是互恁阿兄歹做人，尤其伊甲你找对象，一定是伊朋友，啊无就伊的客户。你总嘛爱甲伊面子小顾一下啊！我看吼，你去应付一下啊，啊，连就不要提着走，然后你甲伊讲你无介意，安尼敢好？阿嫂讲了嘛有道理啊！啊，既然爱我去，我就来去啊！我跟你讲，阮小妹哦，食了袂歹呢。真的。当然哦，唔才会介绍你啊。啊，迄边啦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伊哦就是我的小妹啦，陈琼如啦。哦、阿如啊，这是我伫太平乡的好朋友啦，王浩天。王先生，你好啊。你好。我真好啊。你那画家呢？跟你搬戏嘞？阿妈，有水无？王先生，来啦，就坐啦，来来来，你先坐。来啦，饮茶啦，要果子啦，你客果子啊？哎，毛头刀呢？根据我日本客户要求吼，我这摆啊要开迄螺丝模啊组的迄工吼，是比以前较油呢。你一定要跟我斗三工啦，若是这模啊组开了好，我这摊生意啊绝对妥当。是无问题啊！你要爱的期待啊，我从来唔捌耽误过啦。是，我知影啦，我知影你的信用哦是挂保证的啦，所以我才想讲哦，要甲阮小妹介绍你啊。歹势啊，阮小妹来，到即摆未到啊。阿娇，你卡车电话我录啦，超过半点钟也未来，是安怎？阿露，伫遮啦！啊，你若将我遮来啦，我工厂足无用的，走袂开卡。哎呦，啊，你面哪咧乌索索啦？行啦行，我带你过来。行啦，阿姨啊。阿露啊，我甲你介绍。阿姨啊，歹势啦，我是找时间走出来啦。迄工厂的机器哦，爱有人顾袂去停的。哦，不是叫你请假。我请啊，像你有阿祖，我请一点钟，我刚刚骑车来回，无时间啊。歹势，我要先来走，我工厂足无用啊，来去啊。阿露，你刚回来，你阿弟啊，等下啊，这时间你也不是简单嘞。
即届啊，我著亲身阿你去相亲，看你阁会当变啥物。阿如啊，你阁歹揣心，我甲你讲哦，恁阿兄吼是为你好，要揣你去相亲啦。你拢安尼家己乱舞呢？你是要让恁阿兄吼去到破病，啊我烦恼到袂食袂睏的，你才要听话心。今仔出去吼是相亲尔啦，毋是上刀山啦，莫安尼甲我晒性地毋出去啦。阿如，阿母。阿如哦，即摆真乖啊，咱就莫搁阿念啊啦。为着你的婚事哦，恁阿兄有影为你真操心的啦。啊，我吼嘛真费心。阿母，我这毋是听你的话要相亲啊，你莫搁烦恼啊啦。安尼毋着对啊，行啊，咱搁咧等啊。阿兄，啊，你今仔要看的是倒一个董事长啊？正义五金工厂头家陈正义。你讲啥？就正义五金的头家陈正义啊！陈正义哦，爱姓陈，咱嘛姓陈嘞。迄件事是袂当结婚嘞，阿兄你袂记啊哦？我今仔日袂去相亲啦啊！哎，你哦，那袂事先注意看卖，是毋是敢若同款姓陈啊？是安陋习嘞！哎，老板啊！对啊，哎，我OK啊，恁去吃恁吃，吃饭吃饭吃饭。浩哥，来啦，吃便当啦。哎，吃吃吃吃吃。浩哥，啊你是安怎啦？你拄仔毋是敲电话阿如，是安怎看见咱像无啥欢喜啊？阿如咧讲啦，讲因阿母哦，一直咧甲伊安排相亲啦。哈？啊，敢会安尼啊？因家人反对恁交往哦？啊，毋是安尼啦，煞毋知影阿如因阿母哦，烦恼阿如啊嫁去台北的时阵会伤远啦。也毋过，一般的小品毋是拢咧讲？嫁鸡在对鸡飞，嫁狗在对狗走啊！啊，你人第一代表咧做工过，阿如啊，若是想要嫁予你，当然嘛是爱对你多咧特别较对啊。煞毋知伊若要会唔甘啊？哎，阿晴哦，我搬来台中咧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把台北的头路撕掉啊，啊，过来台中哦，找一个新的头路。我来搬到台中，无定着阿如因阿母哦，就继续我咧交往啊。哈，安尼足可惜个呢。啊，你已经台北奋斗十几冬啊，工课稳定，薪水又搁遮尔啊悬。你若失掉话，你等于放弃这十几冬的打拼，足可惜个呢。啊，即摆时啊，搁有啥物办法通我想啦？你若回台中的话，这全部就该重来，安尼敢会好？阿如因阿母是阿如上重要亲人呢，因阿母讲的话一定会听的啦。还是讲，若真正得袂到因阿母的祝福，就算讲阿如嫁我，伊心内嘛一定感觉做内疚的，一定感觉做遗憾。啊！安尼代志就大条啊嘞！阿如啊，嗯，你讲细汉时阵拢是恁阿母照顾恁大汉的，嗯，啊恁阿爸搁伫外口娶一个某，拢无咧照顾你，啊你敢会怨恁阿爸？袂啊，我顶多做想阮阿爸的嘞。我会记我做囡仔时阵啊，我拢走去猪肉店哦，偷偷看阿爸哦。哎，若甲我讲一句话哦，我就真欢喜的嘞。讲干咧，看你有恋父情节。是啊。因为我做囡仔时阵，跟阿母、跟阮阿兄相依为命，拢无爸爸的爱，所以我就就怎。以后我若有家己的家庭哦，我一定要给囡仔一个完满的家。
我嘛是啊。我少年的时阵哦，就伫外口咧打拼，啊，阮爸母真早就过身了，所以啥物温暖的家庭我拢感受袂到，所以我嘛足愿望哦，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啊。真好啊，咱拢是希望有温暖家庭的人。阿如啊，以后哦，咱也是要建立一个家庭，我一定好好经营咱的家。想要甲你建立家庭啊？哎、欸，你千万通介意着遐甲你相亲的人呢？唔对，爱嫁伊。哈？为什么啦？根据我较早相亲的经验啊，只要我嫁伊的人拢会走去哦，所以吼，我爱嫁伊，伊就会走了了。嗯，啊，我就不走去。你嫁伊无同款啦。阿豪啊，阮阿母是因为惊我吃苦，伊才反对咱两个斗阵。只要你真心对我好，我相信最后阮阿母一定会去让你的心意感动的。阿如啊，我有信心啦，我用上大的心意吼来改变你阿母对我的想法，我嘛尽上些努力，给咱一个幸福美满的家。阿如，你爱相信我，以后不管遇到偌济困难，我一定牵着你的手，让一个客户解决。成功失败，只要真心付出，虽然平凡，这是咱的故事。无爱，无爱，无爱，啊！你都拢无爱啦，哈！你会超过伊咧想办法咯，要甲我遐朋友吓走，才甘愿。一定爱含你讲什么阿豪交往就对啦，啊！我甲阿豪是认真咧交往的。阿如啊，啊你爱怎尼烦啊？安怎讲也讲袂听啊？阿母，我较早嘛有去相亲过，哎，拢嫌我太粗鲁，我毋免变鬼变怪，伊嘛袂介意我啦。喂，我是来向啊。哦，王董的啊，要食饭哦？好啊，好啊，无问题啊。伊哦，伊对你的印象足好啊。哈哈，无问题，无问题，我来处理啊！哈哈哈，哦，多谢，多谢哈！哦，真正是天要落红雨啊！这王董哦，竟然无让你吓惊走，佫敲电话啊，又阿如吃饭啦！哎，哎，队长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真久无看啦！你要甲我讲无我做的代志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看当时有闲啊！阿如哦，哦，阮家阿如当然嘛有闲，你只要你开市，当然嘛有闲啊。好，好，好，无问题，交给我，哈，等我瞧好以后，我再打电话给你，哈，多谢啦。真正是你头啊，为西平出来啦，连地当打电话哦，要找阿如约会啦。你看我这头家朋友偌有心意嘞，无回吓惊走吼，佫想要找阿如哦，来交往看卖啦。阿如哦，真正是头花分开啊啦！阿如啊，去甲时间约约的，啊好啊，选一个对象的啊。阿母，我无要去哦，我已经有对象啊啦。你是咧安怎啦？我叫你吼加看几个，再来决定。啊你吼敢若想迄个阿福啊阿福啊，这代志无参无详，是要来继续行落去啦。阿如，我甲你讲哦，我已经甲你答应哦，你无想要去，莫去啦。我莫去啦，要去你家去啊。哎、欸，阿如啊，阿如啊，你刚进来，哎，哥，我心事给你。哎，我是来气死的。阿母，莫生气，莫生气啦。阿如吼，平常时嘛是足友好的，伊这摆吼，可能是真正足介意阿福，阿无奈呢。这阿如啊，细汉哦就足乖，即摆呐变到这尼啊无听话啦。真正是吼，爱着较惨死啦。一世人啊，你拢无回头，我这世人的幸福，拢毁在你的手头啊！
你搁咧想较早的代志啊？无啦，无啦。哎呀，母啊，阿爸的代志哦，你就莫搁想啊啦。伊有伊的生活，咱有咱的日子过啊。我知影啦。哇！你看你细汉的时阵的相片啊，吼，有够歹的啦！吼，迄个时阵哦，你咧甲人学做老模啦，啊，我都还佫无闲做生理，还佫无闲甲你管家，你知无？迄逐天的心情哦，拢为着你咧操烦呐。但恁小妹阿如啊，都足乖，拢甲我斗做生理。也毋过即摆拢颠倒病啊。阿母就是不行，见唔到人嫁予恁阿爸，一世人才会行到这个地步，这么了然，我真正烦恼啦，烦恼恁想袂和我同款，嫁到这种命运。万一讲伊若嫁了无好，以后拜日子是要安怎过？我是真正有足烦恼的，你知无？不过伊即摆偏偏拢不爱听我的话啦。母啊，你莫伤心啊啦！你至少顾我这个后生哦，一定会听你的话。我永远留在你的身躯边，甲你友好，你莫艰苦好无？我这世人哦，都是因为有你甲阿如，会当我靠。当初若毋是因为有恁，我过去就跟你相撞，死死就较快活。嘿，母啊，你千万唔通讲这话，你哪袂享受着呢？你等我，我一定会赚大钱发大财，让你过好日啊！予大家拢知影，你有一个足赞的后生，你是上好的阿母啊！阿母，我带阿浩啊来给你倒卖物件，好不好？做啥嘛？来来来，进来看卖哦，有好食的白菜哦。老公啊，来，来，爱偌济？来一斤啊，好，好，给给，倒好倒好。来来来，看卖哦。来哦，来来看卖哦。来来来，嘿。老公买一斤。一斤哦。啊，好好。看偌济，你家拣哈，好。谢谢。回家。阿如，哦，愈来愈水哦。阿阿姨啊，多谢你娱乐啦！啊，你今仔日要买啥？啊，无泡菜给我半斤啦。嘿，啊，豆干哦，千十块啊。好啊。啊，好，进来，豆干十块。就稍等下吼，先包给你吼。来，啊，这拢总偌济哈？四十三块。四十三哦，好。少年嘞，啊，无这一百块你走啦。十六七块阿如啊。什么十六十七？走唔掉啊啦！你少算啊，不要算，十五才直接到啊！来，我找你。阿妹啊，你吃这个吼，实在有够戆滴的啦！甲你斗做生意哦，阮了钱的啦。不是啦，阮阿如的朋友啦，我们来甲我斗三工啦。我就伫咧想讲吼，我甲你厝边安尼一二十年啊，啊，唔捌看过阿如哦，带什么朋友来甲你斗三工？哦，原来是阿如有对象啊！真好，真好。哎，不是啦，哎，不是啦。半斤偌济？半斤五块。哎，十五啦。哎，是啦，两斤半二十五块。二十五块啦，嘿啊。歹势啦，我来看还蛮算账。阿好啊，你边休困好啊啦吼，你边休困，我来就好啊吼。啊，哎，偌济我提予你。好好好。还不快些哈？你哦，爱好啊，甲我真正哦，想想咧啦，好爱好啊，考虑者啦。阿好是一查甫人咧，迄社会观念一点仔都无啦，无几口银，啊都算袂清楚，哦，真是食啦啦啦。啊，这哦是要哪娶某生囝吼，照顾一家伙啊。
阿母，安尼才好啊！阿表示讲哦，以后阮若结婚了，伊会把所有钱拢交我管啊。到时个若无钱，互你管哦，看你要管啥啦？是怎样？吃不完的。买你要来底啦？卡细声啦！我就是无想要华母啊，知影我过去应酬饮酒，想讲我等较无酒味的时阵再入去，直接坐坐，你就困去啊。哈！你啉到天光哦？阿兄，你身体爱顾啦，你唔通安尼啦。阿母就想找你啉烧酒啊哦。无法度啊！啊，我做生意就一定爱应酬。还饮酒博感情咩？饮酒博感情，卖食槟榔啦，食到一个嘴红叽叽就歹看诶。哇，紧啊！你阿娇咧无嫌啊？哎呀，迄食槟榔哦，会得口腔癌，你唔知哦？好好好好，卖食卖食卖食。你透早就要出门，是要去倒位啊？啊，我时间没有啊，我要紧来赶火车，来去啊！我火车，上班骑卡拉车就好啊。坐火车是要去倒位啊？哎，阿鲁啊，阿鲁，阿鲁啊，阿鲁，真正是挂火车。头一届来台北找阿福啊，心肝来足紧张的，唔知阿福啊看到我会欢喜无？哥啊，你是跟阿如姐啊，约好要伫咧外地接伊哦。对啊，我若想讲啊，阿如伊若落火车的时阵，就会看到咱啦，安尼心内比较较安心啊。我哥啊，你真正是有够体贴的呢。我以后若交女朋友哦，一定嘛要像你安尼。那是一定爱啊。熊三，啊，歹势，什么代志？请问一下哦，那网咖站要哪去啊？你坐过头呢？哈，你爱去平陆南的月台坐火车，过两站你就到网咖。哦，好，谢谢哦。请问一下吼，咱为迄个家长诶发诶迄技工会八点十分诶啊，敢讲咱台北放假？昨日已经过去啊。哈，过去啊。阿如姐还无落车。啊，敢会阿如拄仔落外台诶时阵无看到阮？啊，怎家己出啥物啊？无
可能啊！啊，咱两个徛在舞台顶悬，伊无道理无看咱啊！我管遮尔济啊啦！啊，有第一个开台班吼，无看咱，一定会出着急的。咱赶紧来找啦，赶紧的啦，紧！哎呀啦，我坐过站呢，阿浩啊，唔知大放假站等我无？对了，咱来警察局报警啦，请警察哦，迄鸡仔啊，谁啊，底下找看卖，伊要找阿龙姐用的啦，行，好个等你啦，你是卖急啦，你当然嘛袂急，我出急的啊。虎哥啊，我看你这么紧张，搁这么急，你一定真爱伊吼。哎呦，这本卖讲这啦，伊是我未来某呢。无，我无想安尼啦，虎哥啊，咱过来外台看卖影啦，迄无一定阿龙姐也无坐到阮本台车，啊坐后一班车来啊。你还够毛可能呢？咱拄则你外台带你的时阵，拢无看伊的人。阿如对台北，伊也拢无死啊，伊无可能会被人走啊。无听着吼，伊在你外台遐等人呢。啊，行行，咱过来追。无啦，好哥。讲风就是好，啊，你可是要够劲啦。然后阮福哥吼，从来就毋捌有着一个人安尼遮紧张过啦。你毋知影，伊拄找无你的时阵啊，吼紧张到想要去报警呢。所以我相信讲啊，你一定是阮福哥吼上意爱的人啦。吼，像拄啊，伊看到你对面的舞台时阵哦，伊就紧张到就安尼跳落，冲过铁桥要去对面找你呢。那像要拍电影共款的哦。后盖莫遐尼匆忙啦，等我也袂走去啊，还是较细腻较要紧，吼。啊，对啦，我袂记甲你介绍，伊叫做徐武山啦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叫武山就好啊啦。伊是我吼上好的同事啦，啊伊嘛是我真好的朋友，伊甲我吼袂输甲亲兄弟同款。啊，我台北的路较无熟啦，啊，那请伊到三江吼来回车头车甲你接啦。多谢你呢，武山吗？哎呦，免客气啦，未来好说。我看吼，啊你本人啊，佫比相片佫较水呢。谢谢啦。来，包包我给你提。啊，安尼你较袂遐忝啦。福哥啊，啊无成安尼啦，啊你就已经接到福嫂啊，恁好好去耍啦，我就先来转啦。福嫂啊，啊你有闲吼，定来台北耍吼，我先来转伊。嗯。小祥。哎，恁这同事足古锥的呢，啊一直叫我福嫂啊，福嫂。爱叫了真对啊。当我跟你交往哦，不然就是暗生要跟你过一世人啊！哎，你若唔来过台北佚佗，我带你来青年公园好不好？好啊。好，行，我来坐公车。来，你切切。你神经足大条的呢！明明知影讲你小妹哦，要去台北找你阿福啊，啊，你还要甲伊动乱？我目睭金明看伊赶火车，我是害你闹事啦！啊，伊都啉伤济醉，还袂醒啊！啊，头晕晕，脑顿顿，所以毋只系一时反应袂过来。啊，你掂掂啦，你！啊，你都有影啉酒醉，搁惊人讲？我自早就甲你讲啊，酒啦、薰啦、槟榔啦，拢爱改改起来啦。你拢无呢？吼，你安尼甲我糟蹋身体吼，讲起来是不好啦。哎呦，无啊！
迄份有时阵吼，真正是客户给我的，啊，我嘛无愿意，我嘛是不得已的啊。好啦，以后我尽量卖食啦，吼。啊，啉酒嘛是啊，迄我有偌侪生理哦，拢是啉酒以后再讲成啊，客户就爱安尼，我无法度啦。